陈会长哈，陈理事长，另外也阁有咱咱嘉义市中央教会咱黄会长哈，黄会长，各位议员哈，各位议员，也阁有咱宋院长哈，宋院长，信赖台湾知友会哈，全国咱刘国荣刘理事长，民进党前中央党部左右。左主席，左荣泰左主席，哈、啊，也阁有啊，大家可能知影，我家人有一个阿姑啦，吼、哦，天坛中的主委，其实我嘛有一个伯啦，伊家面生，吼、哦，咱社风庙的罗英传当主编，哈、啊、哈，对我非常疼惜，非常疼惜。好，也、啊、阁有吼，咱、哦、那个新台医学院的老师，吼、哦，林老林教授，啊，林教授。好、啊，各位学长、同学、学弟妹们啊，阿哥们，嘉义市百工百业哈、啊，各位理事长哈、啊，各位理事长啊，阿哥我们在座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今天非常欢喜有机会来到嘉义市，成立信赖台湾基金会啊，我伫遮想要感谢咱在啊王美惠。王立伟啊，甲江召集人，以及咱各位共同筹备，更加要感谢吼，咱家己是各界，大家踊跃参加，所以咱信赖台湾基金会，才有法度通如期成立，成立个伫遮用一个钟，甲大家说多谢，多咱多谢，多谢。从今以后，咱拢是台湾队哦，听台湾，听台湾，好唔好？啊！另外，王美惠委员伊特别提起，伊讲伊要为用甲对嘉义市的拍拼，得到咱嘉义市的认同，啊来当选立法委员的任。所以我伫遮嘛要邀请各位，咱大家共同拍拼，为台湾拍拼，得到全国乡亲的认同，来得到高票当选总统的当选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好好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票。虽然是信赖台湾基金会成立啦，啊，当然伊连嘛要拜托大家，总统高票当选，王美惠嘛爱高票连任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好嘛。啊，咱信赖台湾基金会宗旨主要是疼惜台湾，支持台湾，守护中华民国台湾。有一首歌咧唱。母亲是山，母亲是海，母亲是河，母亲的名叫台湾，啊，为台湾争光多一点吼。台湾就是咱母亲啦吼、哦。你看，这侪年来，啊，咱安尼一代搁一代，伫台湾这块土地上，大家拍拼，其实咱的成绩是得到国际社会肯定甲鼓励哦。你看咱的民主成就，根据《经济学人》的评比，诶，咱是亚洲第一名的。哇，现在很有热情吼！啊，那根据《自由之家》的评比，台湾的经自由度啊，自由啊，诶，咱是亚洲第一名，啊，无同第二名嘞，数一数二嘞，诶，咱有咱家己的热情吼。啊，咱的经济表现嘛，足好嘞！你看，咱才2300万人，啊，无天，无啥物特别的天然资源，但是你看，咱安尼一路辛苦打拼，2021年的时阵，咱台湾的经济体已经是全世界第21名嘞，而咱家己都有落去了，好未来全世界发展啊！无论是智慧化，还是讲咧因应气候变迁、净零转型，拢需要科技啦。这个科技上基本的、上关键一个产品，就是半导体。全球先进制程90%是掌握在台湾的，安尼台湾有了不起啊！有了不起啊！所以呢。咱一定要信赖台湾，只要咱团结合作，
继续在民主这条路途上继续去行下去，经济好好啊发展，我相信咱一定有法度一代比一代搁较好，一年比一年搁较进步。咱台湾一定会咱伫社会上得到搁较大的肯定甲欢乐，大家拢对唔对？台湾未来要发展，嘉义市绝对袂使缺席。嘉义市对台湾非常非常重要，伊的重要性啊非常侪。今仔日我简单甲大家报告几项。你讲咱阿里山，阿里山是台湾的地标啦，有那是全世界真捌台湾的标志。你看百多年前开始，阿里山的林业为台湾换来你看偌济经济利益。所以呢，蔡总统嘛知影，嘉义是对台湾重要，阿里山对嘉义是有真大意义。所以前日咱就议定的时阵，为了要改善阿里山啊，这个开车沿线安全，哇！限定几十亿的来加强这条路线的安全。哎呀，阿里山的这个小火车吼，这嘛是全世界真难得看到。那现主席陈建仁院长五月份顶个月都限定一个计划六十亿，就是讲不只是在过去安全的基础上，即个要扩大哦。可以当带来嘉义市的经济利益。第二点，我要甲大家报告是，嘉义市是台湾民主的圣地啦。哦，大家拢真清楚嘛。你看这个啊，张博雅，哦，啊个张文英，哈、哦，因家妹啊，伊话，我因妈妈柯世贤，啊，柯世贤律师啊，市长，柯世贤市长有那是。阮以家政务啊，伫基层从事医疗服务啊，这是救人。另外咧，嘛从事政治的工作，啊来推动大家是进步。伫迄个年代啊，吼，柯世贤代表是啥？代表就是民主的精神啊。所以咧，有家己是柯世贤市长以外，较侪民主运动的人士，所以推动台湾民主的发展。所以嘉义是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民主是台湾的民主啊，吼、哦，不只是提供，予咱2300万人伫咧这个制度上会当自由发挥、运用创意来推动经济发展之外，民主是咱台湾的民主的价值，嘛是含全世界民主的定义合作会已经有法度能发挥。保护台湾安全的功能，大家讲是不是？大家讲是不是？但是民主到底是啥意思呢？其实我自加入民进党第一遍参选的时阵，伫基层听着朋友在讲的，上简单的一句话就是：民主，民主，人民做主啦，人民是国家的主。另外，我认为。民主还佫有另外一种的价值，就是多元尊重啦，多元尊重。啊，什么来叫做尊重呢？我利用林湘雅教授的一段话，甲大家报告。林湘雅教授就是真无偌久，伊坐伫国台中捷运，啊，因为公安意外，不幸失去宝贵性命，来这位教授，伊拄住伫。咱隔壁家己啦吼，伊讲一段话，伊讲吼，伫母亲的土地上，自己决定咱要爱什么款的国家，而且积极去改造，这叫做尊严，这叫做尊严。咱是有尊严的国家，咱是有尊严的国民。所以，咱会当根据咱的想法来建立咱所想要爱国家，
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對但是咱照着平常啊，教授的话，我小学啊，运用一下。伫母亲台湾这个土地上，任何一个族群，无论是原住民、客家，还是本省、外省，拢爱有伊的权利。伊有伊的权利，根据伊的想法，啊来过伊家己的生活，即嘛叫做尊重，嘛符合民主的精神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甚至无同款性别的人，嘛会当伫台湾母亲这个土地上，根据家己的想法。来过伊想要过的生活，这嘛是尊严，嘛是民主的精神甲意义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有。大家讲对不对？有。所以最近，民进党有发生性别的事件，他们讲这是真遗憾的代志，但是民进党一定要严肃面对，哦，严肃面对。我除了公开。甲受害者以及甲台湾社会去心理之外，啊，我嘛特别提起，面对着职场霸凌，或者是性别事件，无需要大局为重，因为每一个人，伊本身人身的安全，甲伊的权利，比啥物款搁较重要，大家有赞成无？有。所以我昨昏有主持民进党中东部主管会议，我有来利用这个机会，甲咱嘉义市、咱各位辅导乡亲是大报告。我提出三项东部决心，第一项就是建立快速、迅速的建设。过去有性平的案件，都在中常会通过。甲会当来申诉，即个唔免，会当直接找秘书长申诉，唔免搁再上过去找伊个主管，唔免，啊嘛唔免经过中常会，直接找秘书长。另外，性平委员会即是咱新成立的一个单位，伊吼新设立一个信箱，网络的信箱，里头人拢会当直接。写批到这个信箱来投诉，这个信箱给性平部的主任李彦龙律师看到了，就是要保护申诉人的隐私权，来让伊受到任何的压力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秉持零容忍的原则来处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代表是。咱任何一个人，拢有100%绝对的权利，自己的身体免于别人的侵犯，这是基本的人权。所以任何申诉的案件，性平，吼，咱性平部一定会召集专家学者进行调查。一旦查证事实，一定开除，而且永远无必要动手，无必要动刀。如果受害者有啥物困难需要帮忙，民进党嘛会来帮忙。啊，包括心理辅导、专家咨商，也是讲法律需要各种的服务。换一句话讲，民进党会站在受害者的立场。来面对这个大事，如果真正情节严重，该依法就依法。那总共检调单位要来调查，民进党中东部嘛绝对配合调查。第三呢，就是修改党内规定，啊，强化性平机制，加强性平教育，建立一个。更加性别优先的工作环境，
下面这款的代志以后搁再发生，大家有赞成吗？有赞成。民进党的态度真清楚，就是严肃面对任何错误啦。民进党几十年来受到台湾社会疼惜甲支持，民进党绝对袂使腐败，一定爱和咱全国的民众站做伙。有唔对，咱就改正。改正了后的民进党会当得到社会更大的支持，共同为台湾打拼，安尼才有法度取得大家信赖甲支持。大家讲对不对？民进党来做模范，就是这个改革、解决问题这个代志，好、哦、来做一个标准，也希望讲未来，好、哦、按中央到地方，也希望讲咱渐渐把这个性平的这个观念较重要性，互社会较侪人知影，互咱社会会当人如平等。啊，会当平权，会当和谐相处，我相信这是台湾未来要团结进步真基本的一项。大家有赞成无？赞成无？第三项加义词啦，对台湾的重要性，我认为啦，我个人认为是艺术啦，文化艺术。哦，当然加义词真侪真侪啦，啊，我特别吼要提起。就是陈廷波先生，你看伊真无简单嘞！1926年甲1917年连续两年，吼、哦，去得到入选啦，日本帝国美术展入选吼，美国啊，日本吼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，得到美术界上高的荣誉，这真无简单。伫1947年，吼、哦，1949吼。啊！1949年，都这个228事件发生了后，伊和其他五个拢用六个嘉义市议会参议员，啊去维持社会特殊希望，减少伤害，但无结果，结果迄个时阵啊，国民党的政府认定伊是叛乱团体。迄伊爱承认，承认了后马上就甲清算。但是伊的牵手足伟大，除了忍耐甲囝饲大汉以外，伊甲陈廷波先生所留的18000件的艺术品，甲其他的这个重要文件甲留落来，这是不了不起，这实在是台湾文化的资产。我做台湾市市长的时阵，真的荣幸啦，有机会认识陈廷波先生的公子陈松光，伊的孙啊陈立博先生，因这两个弟仔囝吼，互我做钦佩。因是如果陈廷波先生这艺术作品，虽然是陈廷波先生所做，目前的所有款是因担当，但是伊是用这时代换，甚至世界。共有的文化资产，伊无想讲，你把这个陈廷波先生任何一百刀提出来卖，啊来过较好的生活，因为大家嘛知影陈廷波先生独刀这个价值一毫啦200万、250万，一张明信片一挂，价值是多少钱？伊寄付我台南市美术馆啦。一百新老病院的画图，一百一个外来的。最近伊要寄付一百，陈廷波先生临终进前交代因家因家的人，讲一百就是来做传达物，任何图拢会当卖的。但一百比赛一定要留落来参加，伊把一百图搁送予台南市美术馆，伊嘛想讲，你甲因。陈廷波先生留落这个艺术文化资产来送给国家，伊这后代无想要本来可以甲卖掉，伊安尼问题，
这款的精神实在是让我们非常敬佩。啊，咱家己家己是好山好水，好文化，所以有这款的精神的人，实在是真了不起。咱家咱宁波人家都更加来谢谢你们。我们讲的多多，文化对台湾太重要。科技那它像心啊，翅膀，会当把台湾带到任何一个所在。但是文化是咱的根啊，有文化人甲捌力，台湾是啥物款的国家？今仔日咱若去讲无重视文化，咱就算讲科技真发达，伫全世界每一个场合拢有真好。诶，这个表现啊，赚真侪钱，但是人唔捌台湾，哦，所以我今仔日来到嘉义市，成立信赖台湾基友会，我特别发自内心提出三项，好、哦，阿里山，啊，民主，啊，甲艺术文化，向咱嘉义市人表示敬意，哦，向大家表示敬意，咱两个继续拍。长期来台湾的进步发展，需要嘉义市继续去拍拼。那当然，今仔日伫这个时阵啊，台湾这个关键的时阵，上重要的就是咱台东话中央教会院长所分享的和平的意义啦，和平的意义啊。到底这场的选举，是不是和平甲战争的选举？到底是不是？也是讲，这场的选举实际上是，咱要继续民主，坚持民主，继续行下去无？也是讲啊，无安尼啦吼，就走向专制独裁这条路来行。我相信咱心肝内底拢有咱家己想法，但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蔡英文总统伫5月20号。伊有发表全国性的演讲，伊特别提起，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政党，拢无应该为着政治利益去犯病战争的恐慌啦。中国当然希望伫这场的选举内底制造战争的气氛啦，去逼台湾的民众去选择伊所期望支持的政党，大家讲是不是？是。今仔日若总统这场的选举，是因为战争的惊吓，无法度他自己做出应该有的选择甲主张。安尼以后台湾的总统拢中国在决定啊，台湾的民主嘛无法度继续去。搁进步的，大家讲是不是安尼？大家讲是不是安尼？是。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另外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其实战争甲和平这战争不是咱决定的，实际上这是独裁者伊发起的，嘛不是讲民进党执政都一定会战争。你看过去8号炮战、古林头战役。一江山大陈老战役，那迄个时阵，拢嘛是国民党执政的感情，对无？和民进党无关系了哈。民进党阿扁也曾经做过总统，即摆蔡英文做总统，嘛无发生战争嘛，敢是？是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伫遮要互大家清楚了解，伫即场的选举内底，中国当年希望伫台湾制造战争的气氛。啊，来逼台湾的民众来支持特定的在野党，好，所以咱为了民主，咱一定要勇敢捍卫咱本身民主的精神。大家讲好唔好？好。另外，无病吼，我确实，我伫真侪公开场所拢甲大家报告，和平有两种。思思有两种啊，和平也有两种，
真和平跟假和平。啊，真和平跟假和平中间的关键，就是有主权，无主权。有主权，这才是真正和平；无主权，这是假和平。香港、澳门都是无主权啊，所以中国要甲提顿。啊、中国要爱伊安怎，就当安怎，所以咱必须爱清楚一点。啊，如果咱用二点黄咧讲，公义是和平的基础，无公公义和平是建立公义的基础上。啊，什么话叫公义？什么话叫公义？简单讲吼，我得请牧师指教，我的想法是。公平正义，公平正义，两岸爱对等，爱有尊严的。台湾愿意伫个公平对等吼，台湾愿意伫个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，和中国来对话合作。争取两岸人民的福祉，大家有赞成吗？哦！如果若要对等，就要求台湾一定要放弃主权，接受九二共识这个中国的原则，这无符合公义的精神，也无符合圣经的教示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，讲对不对？是啊。咱大家拢爱和平啊！咱大家拢爱和平。台湾有一个人希望战争，啊、哦，但是爱和平，一定爱靠和平。所以蔡英文总统这几年来领导，除了啦吼，秉、哦、持和平对立、民主对话四大原则，处理两岸关系之外，一方面也提高咱本身的军事力量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和民主阵营徛做伙。咱大家一定要了解吼，咱千万唔通着先惊，心头爱了定，唔通着先惊。咱爱看清楚目前国际局势。目前国际局势是安怎？你看，过去韩国为了要做生意是侵中嘛？但即摆唔是哦，即摆已经改变方向，已经和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站做伙。韩国的总统安怎讲呢？伊讲北韩的问题唔是单纯南韩的问题，但中国的威胁嘛唔是台湾的问题，是全世界的问题。日本嘛是讲同款的话，日本首相嘛是讲同款的话。日本首相伫七大工业国会议。开幕的时候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台湾安全议题是全世界议题。七大工业国要结束的时候，联合声明，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印太地区的议题，有三点真重要，我甲大家报告：第一，警告中国，伫东海甲南海扩军已经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。第二，反对任何一个国家用武力、用威胁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。第三，反对任何国家用经济强压弱小国家。美国的总统伊是本国讲来，如果有任何国家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，美国一定会反对。我甲大家报告这大事是要代表看。这是现主席国际局势面对极权主义的控制，民主阵营站做伙，无要向极权主义低头，大家站做伙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嘛愿意和极权国家大家来讲好啊，讲好啊对话。啊，这就是简单讲的，就是希望用比战来达到拼战。革命战争来得到和平，现主席国际社会行的路线是安尼。
大家准备，啊，准备电话会议。你看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，包括澳洲、加拿大、欧洲，伊的军事医生拢提完。大家就是希望增加本身的力量，大家团结做伙。备战，然后呢，备战片面，简直发挥威慑的效果，避免战争发生。安尼到我同人得到真正好评，大家有想到？哇！这个是应该行的，咱两人看到国际局势已经行到这来啊，啊，咱故意回头，啊，搁想讲像过去的方式来解决。想要自己哦，自己和中国啊来解决，啊来接受中国的要求，一个中国的完整，这不符合哦。咱中国2350万人的这个利益，这条路是对的哦，这条路是对的。所以我最后我再次跟大家报告是讲，当然面对中国的威胁，咱一定要严肃面对。咱要谨慎，哦，咱袂使掉以轻心，但免恐慌啊！恐慌到讲放弃咱本身的主权，那一旦错误，咱要搁回头，就无法度啊，就无法度啊！所以，若是讲咱掉着咯，放弃咱的主权，等于放弃民主，接受一个中国原则，规期尾行到尾后，就是含集团国家斗阵。所以这场的选举，真真正正是民主甲专制独裁选择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咱民主信平家就是不落乡亲是话，咱团结一致，继续壮大台湾民主这条路。10月13日，总统支持大清点，刘秉持持王美惠，阿你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感谢。台湾民主的这条路，咱认真的发声，咱勇敢的人，咱的坚定，咱的气魄，咱的支持，咱的善良，咱的热情，你们做总统，热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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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24团结一致。Team Taiwan!
咱要行要去全世界，咱后壁